第15任总统宣誓, 请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。 赖副总统，谢谢，再一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总统以及赖副总统，在这边我们也恭送总统以及赖副总统。 英国在台办事处唐凯文代表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瑞乔丹代表。Congratulations， 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我要再次重申：和平、对等、民主、对话这八个字。 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、破坏台海的现状，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。在变局之中，我会坚持原则，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，负起责任。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，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。